还剩十秒。要不选个兽王先？还剩五秒。兽王这版本还可以，感觉。不是有利齿吗？利齿 king。利齿这英雄，说实话没有多厉害。我感觉利齿这英雄是没有多厉害的。兽王可能要好一点。看一下啊，你父母一手会拿什么？来了来了来了！一哄 TNC。对吧？谁能拿到小组第二？小组第二的话是可以进入到淘汰赛的胜者组。哎，雕之 BP 兽王是吧？也就是这个 BO3 的胜者可以进胜者组，然后输的应该是掉败者组。哎，败者组第一轮是 BO1 啊？好像应该是今天最后个 BO3。我记得败者组是 BO1。第一轮。不知道天 C 会不会转手就把曹曦拿了，感觉怕曹曦刚背，反正我感觉怕曹曦刚背，兽王就怕那种你推进的时候，还怕伐木机站在塔下，你秒不了他，还有伐木机，伐木机曹曦都比较克他，也是的，伐木机也是这种英雄，就曹曦、伐木机、刚背，就是三个英雄吧，都是可以你推进的时候站在塔下不敢秒他的英雄。历史肯定要加一个历史，历史还可以的。兽王很好打，好吧？打兽王这种就是对面的三号位是兽王的话，一般需要选一个纯武爆眼哥。西瓜皮来了，是吧？打兽王你一定要有个爆眼哥，你要爆整眼，不然的话兽王的那个战鹰的鸟的视野是挺关键的，你不能让他那个鸟一直在你野区或者说关键的位置停在那个位置。包括你出门也要带整眼的打兽王，哎，他这个狮王是不是来挂曹曦的？狮王，曹曦打力量英雄呀。狮王可以把曹曦打死，他线上可以把曹曦打死。对啊，狮王是用来打曹曦的，感觉线上是可以把曹曦打死的，但是狮王走下，最好把美杜莎办。还剩五秒。之前说的是狮王和海明这两个英雄，好吧，打肉是特别厉害。对，请 TNC 战队禁用英雄。打一个字美杜莎，如果一宝哥你吃饭没？宝哥，我刚没看你去了。我被峰哥的星巴克喂饱了。关了。牛没吃到。峰哥人呢？峰哥刚吃完牛，要消化一下呀。禁用英雄。OK。在弄我的耳机，我操！我耳机他妈的好响。美杜莎。那美杜莎要抢呀。美杜莎。你这一后面要抢吗？对，他不会，他要抢啊！他这种很怕美杜莎的，狮王包括兽王的推进都很怕美杜莎的。如果 TNC 这个阵容配个美杜莎，一后面先选呀，是一后面先选吧？不是，后选。TNC 先选。哎，我想到打狮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帖子，那天打路遥找雪人加拉比克打狮王，他妈的。特别好打，请 TNC 战队挑选两个墓碑啊，两个墓碑无解。哦，那是中期，中期中后期也厉害，前期 TNC 战队不好打。莱恩，哇，这个中期能打狮王的很多。啊，猴子也，反正我玩狮王，对面是偷不到我的墓碑的，好吧？真的假的？像蜡笔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真的呀。真的，你玩墓碑就开大是吧？我真的，我之前打对黑我都打过几把，对面有拉比克，我一般是秒放技能的，放完墓碑我就开大。对，我放完，我不开大，也不让他偷大，狮王的大也很厉害。你是不学吧，宝哥？墓碑都不学的，哪不是？这样放不了，哪有狮王不学墓碑的呀？那就是你放完墓碑秒放一个技能呀。哪有狮王不学墓碑的？还真有，宝哥。上次板娜娜推荐的，碰到拉比克雪人了就别学墓碑。他这个敌法师点的好奇怪，他点敌法师是直接想防止对面拿美杜莎，不想让一后拿美杜莎吗？
但是伊霍姆这个阵容不怕敌法，好吧，不怕敌法，他们有莱恩跟兽王两个控，他们只要选个物理核呀，我觉得他们都没必要选美杜莎了，对面有敌法，那就选一个比如说 PA 这样的核，我觉得都没问题，好吧，或者说远程黑弓也可以，黑弓也可以，好吧，黑弓也可以，黑弓还不错，这把打对面黑弓黑鸟我觉得可以，好吧， TNC 战队露娜也可以的，好吧，露娜的话应该是配黑鸟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反正打敌法就拿那种你打到后面只要有物理输出就行了，他找到就这几根线吗，没别的线了吗，我TNC线上也蛮厉害的，好吧，力气加敌法一路，拉比克加乔西，还剩十秒。TNC 的中单候选呀，候选有点优势。还剩五秒。伊霍姆如果能拿到黑鸟就拿黑鸟。黑鸟打敌法跟乔西还可以。然后 TA 看要不要办了。前面那个兄弟 TA 蛮屌的，绝活。对面应该不会拿 TA 了，好吧，我觉得他们需要拿一个打架的，带着 打架的核心，是拿 TA 没接受点啊，比如说像古法这种，好吧，中单古法这种带推进，是吧，四人能够跟对面逼团之类的，宝哥说的特别有道理，少个推进点，敌法这个英雄只能打四保一，只能打四保一，多一个跟他刷的都很蠢，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，但是还是要根据选手个人的习惯来选人，有些队的 BP 他就是根据个选手什么打得好他就选什么，对啊，他们对啊，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单，你连带节奏的英雄都没有，那他妈你就打不了呀，还剩十秒，我记得这个人影魔也打得可以啊，还剩十秒，他这把选影魔是还可以，影魔好吧，那种出大妹啃的影魔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再推荐对吧，那种大美肯一模我就白给了呀，真的吗，不呀，现在流行大美肯一模呀，还行，看你怎么吃装嘛，看你像那个之前那个红星的一模都是被办了，大美肯一模是打得蛮好的，他就是炮塔带队推，请天辉方选择肉英雄，一共拿黑鸟吗，请 TNC 战队，哎，这边伊霍姆不过我记得伊霍姆之前打了一把影魔是那种战斗型影魔，伊霍姆也很缺这个影魔，有这手影魔伊霍姆之后看着就很舒服，对啊，他们就不缺输出秒这个地方了，法系输出也有，团队装有人出，打团也不虚，后期也不虚，如果单露娜打后期敌法可能有点虚，古法我觉得这把古法不错，天天试一下吧，古法不错，还剩五秒，或者说我觉得选 TA 这把就白给了 TNC， 好吧，这个中单要不就带打架，要不就带推塔，那个兄弟是个 TA 哥我记得，好吧，而且 TA 打影魔也不能说稳吃的，中单拉比克吗，还是中单拉比克，四号位先知，中单拉比克呀，中单拉比克四号位先知，肚子腰呀，是吧，拉比克也是一个可以带队打架的法核，法核嘛，最好是法核配敌法这种，没那么虚，拉比克打影魔两个人对着打炮，拉比克没法对着打炮了，只能投一炮，拉比克打影魔打得好前期可以压影魔，不是标个你意思还可以压几炮，他减攻影魔本来对啊，他那个减攻呀，对，但是等级高了，等级高了拉比克就不一定好打了，什么道个武器啊，一个中单蛮强的英雄了，说实话，但是拉比克打影魔前几集很好压影魔，先把他抬起来再给他一个叉，再给他一炮，还有那么多技能，哪个他对线又一个插，不是六级有这个套路的呀，先抬起来插一下然后再打一炮，束缚
这是一套连招呀，第二个。两秒吗？一个叉加一炮。不是你，get 不到我的点吗？马甲，我操你！还是他妈的奶哥哥能 get 到？也太脏了，我操！你哥比太脏了呀，也。真的太脏了。我脏吗？他是这么个流程呀。贾哥，你想要去打针了吗？贾哥。举差。贾哥要打针了啊！打完炮啊，打针啊！那他不举就插不了了。那姿势不好呀，不举起来，是不是？贾哥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贾哥。姿势要到位，知道吧？贾哥，你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呀，我的印象中。不是你过两年你我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你还。真的没。你马上也变了。不打狂语啊，马甲。对啊，我比较直会。注意脚下，脚下，你的头掉下去，掉下去了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影魔呢？反正前两集影魔是比较难打拉比克的，还要插他一下就没攻了呀。拉比克就是要前几集打凶啊，打凶。有27点攻，影魔王，他一级学了个炮，好吧？哎，他知道补刀肯定补不过，补刀他感觉补不了，被插了一下他没攻了。对对对，而且他有一个医学的讲究，看一下破雾了。哎，这边敌法破雾、哎、很专业，好吧？敌法这个专业破雾位置，这个我真没办法。他这影魔怎么都学影压了？打不过拉比克，一级他打不过，他就直接放弃 了，他就是直接打炮收兵了。他觉得控补的话会被拉比克反补，三十秒，对，被反补。他先最快的速度几等级到两级，然后再收魂嘛。而且芒果嘛，就用芒果经济来换等级啊。等一下，又没等级，又没金钱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他这个打法嘛，看一下嘛。应该没问题，好吧？说不定他就是弱化人员，他就打炮。问题，你弱化你减他攻，他就打炮收兵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。确实，一级拉比克打一级影魔都没人拿吗？影魔是真补不了刀，因为影魔他只要过渡到三级就好打了，我觉得。三级他就打一个炮扔一个刀，好吧？这样还可以买芒果。他就是前面三炮呀 ，XZ 叉，全是九十点攻击力，这个拉比克肯定防不了。单潮汐，兽王单潮汐不太妙呀，他压不了潮汐的。不是潮汐打兽王，吊着打。对啊，潮汐打兽王很难受的。但是这边一哄钢三是好吧，随便打的打对面。这炮，很强壮，这个三人组露娜男加上死亡。潮汐打兽王是钢三，敌法被钢三也蛮烦的。哎，可以能补大的刀就。这是属于野兽。但是他没滚。哎呦，这个是没办法吧？对面攻击速度有点快。吃芒果。他又运了一个，好吧，两芒果，又运了个芒果。看我的感受对不对啊？我觉得这个阿玉摸蛮强的，对线。他对线很厉害的，这个兄弟。现在少年。他本来是东南亚第一，你说。六杠二三杠零，引炮压不到。哎，这炮没压到，兵有点伤。有点伤，真的有点伤。好伤，好吧，他现在没魂。哎，这样打拉比克到三要被打爆了。这一炮又乱压。他应该就用炮打兵就行了，别想着去压拉比克。反补啊，反补啊，反补远程兵很重要。没反补到。哎呦，这个打了。哎呦。他前期应该打自己发育，不应该想着去压拉比克。他这个怎么可能杀人啊？我感觉了一下，好吧，他这个一级炮打的没打出效果来。对，没打出效果。上路冲塔了，什么情况？他第一波还可以补了三个刀，后面就不中住了。但他第一波的补刀没啥用，好吧，因为他没魂的。哎，电压电两刀，这一刀。这波兵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这肯定没问题啊！他空补了，职业选手补这种大都有问题了，别打了。是不是要飘了呀？只能说。
把这个怪物抄袭，好吧，这兄弟技能出打团要厉害。哎，这三个刀还可以啊，这节奏。对啊，他就是你减攻，他就打炮收兵啊。这分路一共吃亏，他这个钢三钢的亏。但这个野魔这样补给可以拉的话，对啊，他补给没了，你我的经济只有800，拉比黑1400。他经济有点大，哎，抬一下卡位，哎，他在用补给换黄河等级，这样他可以这样舒服点。哎呦，差一下好惨啊，打不了了。经验，哎，这里一直踢过来。但是没打得漏啊，好吧。路先知，先知有没有动手？摇死了，接摇。露娜马上再接发 C， 杀不掉，没追了。金手术灵了，三个魔棒了。野魔又吃芒果，我等于是在用灰消耗品去换等级，换魂魂等级啊，等等级高了才好打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等级高他就好打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哎这边兽王打潮汐还行，好吧，五刀也差不多。哎，这边迪法斯 ，OK， 我死了。刚才那个兽王这个牙的机会抓得很准，好吧，天命。刚才那个兽王，这银牙又打歪了，五级了，强压，好难受。你再点要被单上，又吃个大红芒果。他这样以魔经济没钱的，爆波，血炸14个。哎呀，无限运药，拉比克五级了。越打越凶，被单杀了。是的，抽个炮就是出现了呀，那三连。来，先吃，帮一手。哎，中路这边，拉比克被扬了。这一炮，好关键，很关键，关键这波天命。这样的话，先知也白飞了。哇，300多，一下打飞了野魔，很厉害。状态很好，好吧。哎，马上还有个刺。哎，招了一次，哎呦，影魔想收这个人头，给影魔就舒服了。上路，上路，上路，上路。这边露娜一个，吃了颗老魔棒，还是死了。双杀，历史底牌是经典组合。这波烂走了，上路没有小心啊。但是亮还应该走，应该是上路的问题，好吧？亮干掉了很多次这波。他这时候抬影魔抬的很关键，影魔这时候不抬到了六要死啊。拉比克到六。就是你说的那套三连吗，马甲？对啊，刚才就死了呀，他不用倒六，刚才先知过来一幕就死了，没来。又来了，铁兵，来了来了，刺两炮，这炮三连，再加五六，这两波是把影魔直接打活了，盘活了，盘活了，质量节奏拉满，好吧。影魔这个英雄就是三级五级的时候，你有带控制的酱油去，是很容易帮助他杀到人的呀，爆发高是吧？三炮。特别像蓝恩这个英雄，两个控制技能时间又长，两波影魔直接回来了呀！哎，峰哥，你玩影魔是不是很需要这样一个这样的蓝恩队友？就感觉他们血舒服。影魔配合酱油游走很舒服的，他爆发高，有爆发，有爆发。我跟你说，影魔这个英雄只需要三角区有矿就行了。不是，影魔这个英雄就很简单，你来队友对面死，对面来队友你马上就死。我和你说，你死更快。啥？2.1。红的野二，对面的高台野，好吧，对面河道的野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能站住线的，谁他妈又愿意去打野呢？一般来吧，峰哥刚刚就是没蓝。峰哥心里苦，但是峰哥不说。他妈的，不是你想的办法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会有打野流？打野流，老他妈中路打三个才开窗的打野流呀，否则我打什么野呀？为什么会出来？哎，上路这边又是一个穿刺。这把天命好吧，非常活跃。杨卓机会带走历史。A 一下，带走了攻击好高，马上有戳。一发，一秒。他这个攻击有挂件，我靠，还有大魔棒，没有这挂件 A 不死，感觉刚才。啊，四号位亮呀。他这把会是下位鞋底气吗？下一些时机点左边，一个假动作再吃，没用呀，这一次都是假动作呀。这个影魔是拖了一个相位鞋，好吧？相位影魔，相位战鼓那就是，相位战鼓 BKB 的，对吧？天命好吧，其前期是到位了，给力。
把局势盘活了呀，把这影魔打活了。主要是影魔好吧？本来这影魔炸裂了，哎，夏洛吼了一下拉比克，小心被吹，小心，要补大斧，放补大斧。好，对，小猪还在你。拉比克作为中单打这样效果他就很伤了，好吧？对啊，他这个是被迫去干克，好吧？被迫去带节奏。树木之战士。我活累啊，本来这种拉比克打成这样就很容易变成酱油，说白了就是。你看现在影魔八级啊，拉比克才六级啊。正受到攻击。影魔现在补了个红内，他打不过了，对不了，拉比克打不过了。但是个潮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肥。他咋还没祭品呢？潮汐挺肥的。他有3000块钱留了钱吧，出了个魂戒做节奏了吧？不该你，是没有看到莱恩的。哎哎，扬了自己，自己反应很快，迪巴斯。哎，下路这边，但是迪巴斯不灵克过了。哎，影魔被框了。老狮王赶过来。上路巫妖是死了，连坐连坐一炮。漂亮。影魔前期杀潮汐挺爽的，好吧？这一波框二十五波，来一炮。这个炮是。这个炮是什么炮啊？七波，七波是 X 吧？哦 ，C。C 呀，700码，它可以打800码的范围。那个莱恩纳玛尼亚节奏，204。哎，又游到了中路后面，主播赶紧走过来。哇，这两下清兵好快啊！哎，他要控服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还没到，拉比克上去了，有个假眼看到了拉比克，有不到人了，走了。下路下路看一下，飞着走吗？飞不走。祭品的兽王是世界，战斗力很强，好吧？潮汐对这个兽王呀，除了潮汐，潮汐还没有祭品，他祭品了，真的。他经济来了第三了，一下单杀以后。不该出这魂技，我觉得潮汐没那么缺这魂蓝。我也觉得，你不是先顶一把对线？哎，又扬了四姐，扬了四姐，千万不要急着扬呀！拉比克和奈亚啥意思啊？再送一次单杀吗？他有 T， 有好有好有好，可以省可以省好可以省好，哎，不能省，这个不能省了，得杀，还把 TP 给杀了呀！这个也蛮讨厌的，这个 K 头 K 的有点过分啊，过分，你好好的打钱去嘛，100多块钱你也要 K。这个如果要送单杀又是300多，我感觉。对，很舒服，好吧。关键这个先知 TP 也用了，他就走出来的。怎么回事？两连送。NC 就是中路被油了两波，油炸了，他们现在节奏点迷茫了。哎，他们要对兽王只能那个潮汐。他们这把节奏点是拉比克，但是拉比克前期被油了那两波很伤。哎，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莱恩的刺敌法，敌法开盾莱恩点地板，正受到攻击，不贪啊。天辉建筑，他这个刺应该不算点击吧？我反正刺会弹的，刺是肯定会弹的。就点地板自己，点地板也没用，好吧？摇了3次。第三次自己了，对了，他这个是算点击技了吗？死了。我玩迪法，我是弹过亮的刺的，就亮刺是我直接是刺他，就这东西自己玩现在知道了，我玩过亮呀，点地照样被刺呀。亮的节奏把自己，那他这个就是跟那个 SK 那个刺一样的嘛？他就是不防止，不是指向性也防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流浪的锤人他好像不弹啊，弹吗？那个不弹，他锤人不弹，锤兵不弹，对吧？他那个是指向性 AOE， 流浪的算是指向性 AOE， 当然也算呀，点地板呀。夜眼军团正在扫描，那边扫描是扫到了双开五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你们走了。敌法夹腿都不出，打的节奏快。哦，小强的不弹，小强的穿刺是不弹的。那隐身符被看到了中路，哎，偷到了一个穿刺，很舒服的一个技能啊，拉比克这边，3级的穿刺。
扣了个刺。这五刀斧出的很关键啊。灵性好吧。大魔导师要让你挂科。哎，死亡这边墓碑留人，但是没留到 Sky。这个墓碑。墓碑。看能不能反补。对啊，他怎么2000块钱了？哎，反补墓碑啊！反补墓碑，把自己烦死了。反补没了，不应该啊！杀戮，杀戮兽王，小明兵，大的兽王死了。大猎，这一波很伤啊！2000了，拉比克。哎，你们有注意这个拉比克的经济怎么一下炸起来了吗？就这两波呀，反补。没，这两波之前有2000。这两波打了700吧，拿两个人700啊，他经济就很舒服嘛。应该是他们和影魔对线后就去下路打了点钱嘛，推了个塔。跳刀了拉比克，跳刀偷了暗技能，偷兽王大。哎，这边雷达是扫到了，好吧，扫到侧面有人了。这把拉比克舞台很大，全是5个人技能，但是对面的控制也不少，好吧，像莱恩兽王这种，这拉比克全是神器。出个 A 杖，我操，出个 A 杖，大露娜大，兽王大，莱恩大，出个 A 杖呀，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小技能也挺厉害的，露娜的日光也挺厉害的。真眼在白给，这兄弟有意思啊！真眼擦的很有意思啊！反补，啊，兽王是做引刀的，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抓敌法，抓敌法，应该抓敌法，出引刀就抓敌法，不然这个法师吼不到呀，不然吼不到敌法呀，你跳刀他都出跳也吼不到的。因为他这一把谁，他引刀抓到人，不管是谁，除了潮汐以外都可以单杀，可以单杀，好吧？哎，这个拉比克，可恶了，这一波拉比克，可恶了，留不到呀！怎么说？开战斧，强推潮汐技，起来，潮汐有壳，解掉，潮汐不好杀吧？这墓碑立的可狗了，主要现在也要打人狗，哎，这波4也白给了，我被这个限制 F4了。这属于我。哎，吼！这个天资，我超人这么一个超，反吼，有吼，反吼。乌鸦有大，要注意点。乌鸦有大，哎，完了，这个力气大了。哎，还好，弹到小猪了。走开了一点还可以。弹到小猪了。那边是同时把超吸给。哎，拉比克这边有眼看到了。拉比克有跳。哎，他还不走。他干嘛？他这个反应有点太慢了吧？他为什么不跳？他应该不是反应慢，他是应该想多了，好吧？他看能不能换收个人。这个拉比克要转酱油了，好吧？正在上转酱油了，要转酱油。该转的要转呀。阿西是直接被秒了。不过这边敌法马上狂战了。上塔。那曹西是露娜大秒的吧？天露娜大，莱恩大。正受到攻击。隐形神符，那他不出个挑战吗？他要出跳刀，对面法系爆发很高啊！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啊是得要个挑战。这个潮汐的树桩绝壁有问题，这魂戒出的全是法系，这个小勋章没必要的，挑战也不出，魂戒也没必要，他我感觉。他这把最好是做笛子啊，对面法系输出那么高，他很早就可以做祭品了。笛子就祭品相位鞋大魔棒、啊、笛子，笛子以后再补跳。现在比赛多出挑那个魂戒是不是都流行啊？我操，没魂戒是打敌吧、啊？潮汐为什么需要魂戒啊？不需要。我刚才看那个谁打谁潮汐，这边找到了位。他一般是线上太肥了，他就会出魂戒，是这样的。线上太肥了，刚才我看那个比赛也是出魂戒的，有出魂戒的，他就是线上太肥了。刚才是哪个潮汐我忘了，也是出魂戒。我也有注意，他好像有是一个潮汐也出了魂戒，但是他那个潮汐比他肥，他这个拖节奏了。好像是查理斯出的。
BKB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夜影上塔正受到攻击，经济全场第一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建筑好吧，他加的是。现在影魔是这样加，我看梅皇也是这样加的。下塔推塔已被摧毁，快节奏呀！但现在的甲有点脆，对啊，打塔特别有效果。以后我们拖盾，对，没有发现。天辉下塔，正受到攻击。这不来，这个盾就没了。哎，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有点来不及。有跳，但是队友跟不上。好，给留人。潮汐顶前面了，纳比克也穿刺。这是接戳吗？没有接到戳，潮汐顶在第一位，不敢上。这个大招是不是丢的有点随意啊？丢的这个目标，潮汐充血了。好脆啊！潮汐要打四个，跳大，哎，潮汐打三个，到了三个，大了四个，找到了小兵边，往倒了，影魔也被大到了，哎，对，这一波被留了，哎，切机不开吗？下个盾的再开，中掉了，得到晃九了呀！有机会打四个，都有伤。他边缘大到影魔了。纳比克这边有蓝恩的大招 ，BKB 踢走，他被压到，等于是空荡，哎，在流入到。感觉是被卖了，感觉 TNC 这边潮汐打怂了 ，T 视野就可以过去跳大了。他在等队友，队友不在，刚才他在等队友，他一开始被大五个了，做了两个大招。大招点，哇，伤好！哎，葫芦娃了，我挨队过来送了。这波好伤啊，一波波。那好吧，带盾尝试一波被打掉。他那个位置太差了，全在刀波。这波血炸呀！不是，我其实觉得这个盾是不是给露娜好点？他有 BKB 了，他开 BKB 就不会死啊。他想的是他带队去打架，打的是吧？夜眼建筑师在一，哎，吼一下，吼了敌法，你们摇个大，够不够？这个羊抬一下，数字不够，抽了个羊，有个冰盾。连攻八十，这两波有点伤。这个一凤不能随意接团了，想办法打干克吧，抓人干克。他们很怕潮汐这个跳大。其实一后面有点急了，他看到这个敌法杀起来了，他们有露娜影魔呀，急不来的，打到后面不是敌法的对手了，做完就出笛子赤红甲接团，露娜影魔怎么是敌法的对手？出引刀就别打后面接团了，他出引刀最好是打抓人呀，露娜影魔能打敌法，打后面打不了的，他有潮汐怎么打？他中期是好打的，阵容好需要个敌子，拉比克和利齿的爆发他们扛不住，两边都需要好吧，两边都需要其实。这应该有用。潮汐补了个板甲，做莲花。夜眼军团正在扫描。这个拉比克好开呀、啊，跳到封障，再来封障以后要补 A 障，他 A 障了就厉害了。这个拉比 A 障就一条血大有说法。哎，开悟了，师兄弟。我天气很简单，潮汐有大，就去抓人，就来一波呀，有底气啊，潮汐有大。而且这波先手很厉害，有跳羊这边拉比克。哎，扑了！看到了，露娜，哎，还在打小树人。哎，哇，跳羊，好久，他这个羊好久，我跟你说，我操，控制秒了，他的控制还充叠了，我根本，他已经羊已经羊很久了，他这个羊是不是羊六秒钟啊？差不多六秒，五点几秒。奥数至尊，羊六秒吧，五点几秒嘛？五点几秒，五点几秒，不到六，差不多也快到六。我看这个羊好久，他举起来的时候还在养。一秒。天辉中为什么用正传对装啊？影魔也没做大没肯，兽王也不是做的团对装。他兽王想着抓敌法吧，他就没有团对装，就打团啊，就打在线啊。对，就是那波打了盾瘫了呀，说白了，然后现在懵逼了呀。
这个炸了，大梅肯定打很厉害吗？一会儿可能打大炮。一会儿我们要是有团队装大梅肯，送一下敌人。他就可以推啊，他就可以推啊，配合兽王打正面。来上路这边，直接秒掉先知，但是迪法师赶了回来。天命，一大招被迪法师抽掉，这兽王能不能走？兽王可以走。如之魔是单杀了你。无法自救。酱油的互换。双刀 BKB 魔，露娜的话 BKB 还没做出来。兽王是在做 BKB。这边露娜终于也是快 BKB 了，收完这波线。先知直接买了一个宝石。这种影魔感觉就中期那个三十分钟的时候还可以，过了三十分钟这种装备的影魔很弱的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手短呀，这英雄太容易死了，就是手短，然后身板脆。全靠 BKB 好吧，这种影魔后面就五秒呀，就靠 BKB 一波输出，他被拉比克控了，开都开不出来 BKB， 谁被跳台？他他妈抬三四秒钟，潮汐接个大他就是秒的。哎，这波又是一波波，影魔直接跳大，接个台穷了，但是影魔肯定要是要死。拉比克这边是太久了，火哥这潮汐。其实他不叫大也得死的，他不叫大也死了，影魔好吧，拉比克死了。来下路这边又这个先知，但现在杀先知没用啊，影魔买不活，你被摧毁，你兽王叫了大，路飞看看能不能偷到啊，宝哥试一下，敢不敢放？他只要想着对面有个拉比克偷他墓碑，他就偷不到，就秒按大招是吧？反正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敌法在做冰眼，马上冰眼了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这敌法看是要领。哇，这个冰眼蝴蝶一做，靠，控过盾赢了就。冰眼蝴蝶、冰锤或者沙袋，这边再打一波 F 四。夜眼军团正在狂摇，冰眼配炸弹好点吧。冰锤可以啊，冰锤感觉战撸呀，追杀战撸，挺强的。这版本敌法是可以出冰眼杀，主要是他控制足了，感觉他需要顶点技能，他有拉比克潮汐，他这一套还挺扎实的，非常扎实。冰眼蝴蝶炸弹基本上无敌。不可能死的。死者的施舍。不过这波潮汐没大招。来被吼了，潮汐解了皮。潮汐有皮啊，不好秒啊。潮汐太肉了。所以兽王怕潮汐就是。潮汐有皮。哎，剑之飞过来被咬了。剑之过来是控的，这波剑之。那先知无限再送好吧。剑之是无限再送。我有没有输出？哎，我还有 BKB。敌法师。控一手能不能控一个敌法？野外靠。开 C 了，开 C 了，嗯、控不了。控不了。夜眼中塔已被摧毁。可以了，杀人破塔。这边拉比克是偷到了一个影魔的三级大招，好吧？下一波要小心他这个跳大了，配合潮汐的跳大。对，这波他可以秒人的。随便秒。快 A 障了，好吧？把这些小东西卖了，放在身上各不各样？什么化剑、千年火。拉比克去把两个挂件卖了就 A 账了， A 账影魔大，还差一卖了呀，卖了呀，有了呀，已经有了，卖了，卖了啊，刚好过，卖了卖了卖了 ，A 账了，哇、是拉比克开始 A 账修太影魔大，修太好了，潮汐跳大，他在潮汐那个位置上定点摇个大招，毁天灭地，没了，他不需要魂吧，他直接摇大就有伤害的，他是啊，他是你偷到了影魔算影魔的。他算满魂吧，算，应该算满魂啊，但是不知道算不算 A 上的摇大满魂。都说他妈的，我云姐说没魂，他不要魂的，他有伤害。他反正应该算影魔的呀。他是大招满魂。反正拉比克偷到的技能一般都是比对面英雄的技能要厉害。
他这个有奥数至尊呀，兄弟。之前没有奥数至尊也比那个厉害。之前是两百一，现在是单体啊。他偷那个蛇棒，我记得好像也是带毒的吧？那个被动去偷的。还这说法吗？有毒肉身环，是马有点拉比克的味道啊。完，你们没玩过拉比克吗？难道？玩过呀，以前就是玩过呀，四马魂，四马魂没问题啊。那乙魔的魂来算了。谁又不知道呀？谁又在说？三十六，好吧，一波。哎，然后这波拉比克先杀，拉比克很关键，好吧？拉比克不杀，这波肯定打不过。哎，鸟死了。信使爆了手剑吗？这个信使不能杀，杀了就位置暴露了。对啊，你看别人站位就跑了。哎，这个盾要没了，鸟也被打了。露娜开大了，野魔摇大，拉比克的野魔摇大，跳走。又偷了一个什么？露娜的大。露娜大这波。哎，站住了，大家小心点。看这两个 PKP 没了以后，你看一下。但是敌法死了。潮汐还有大。露娜是抢到了盾，肉山也是一 home 打的。潮汐他在干嘛？哇，这个大炸了！是啊，正在爆发。我操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潮汐他干嘛？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呀？但是好吧，没有敌法。但是他早点站出来，敌法师是不会死的呀。对，他早点那个开了 BKB， 露娜跟影魔开了 BKB。对啊。他就是敌法舍不得那个肉山盾。敌法师就不会死。他就是舍不得那个肉山盾。反正如果我觉得当时如果潮汐踩一脚，让敌法就射完火的敌法之后他踩一脚，火的踩到亮，敌法师死不了的。这波把露娜打肥了，露娜六千。不过其实一后面也能接受呀，你虽然说你后面的大踩的好，但是一后面那个盾挽救回来了，能接受，能接受，可以推高了，肯定能接受，很赚啊，很赚。而且这一波上高，有说法这边亮，哎，又是一个羊，潮汐全都买活，找拉比克，拉比克，哎，他这个吹风，拉比克不能买，宝石，买活很关键，吹风怎么样也很危险，没用。然后羊反手一个羊。好走，哎，老奶奶，舒爽，走了。但是打了一个团灭，断了，打了一个团灭啊！眼睛团，抢了盾。歪队，歪队应该是没了。敌法师身上有个奶，我操！这一波以后没死，他收了个，爽，这波赚的盆满钵满，好吧。他要是不抢这个盾，敌法带盾了的话就，对，就不用打了，我感觉打不过了。敌法带盾就打不过了。赏金，敌法带盾马上跟个蝴蝶，就没得打了。露娜现在蝴蝶马上上弹了，跳过来双倍切露娜，有蝴蝶的打不死。有蝴蝶打 miss。影魔在做强袭。强袭配他的这个魔王降临，这把输出有露娜嘞，就是敌那个影魔不太需要。甲吧，他提供减甲，减建筑甲还。只要灭一波团，他这个减建筑甲可以速度把别人塔拆完。减六点。强袭减几点？五点吗？那他二十五斤啊，也是学右边啊。减甲流呀。减十六点吗？他这个物理是学右边的，应该。还真学右边，是学右边的，好吧？他出应该是学右边，是学右边吧？肩甲有。对他配合强袭和那个天赋嘛，他这个应该是一套嘛，对吧？强袭加上这个建筑肩甲。六加五十一，加上强袭减五，十六。一加五十六，减十六呀。点十六点甲，然后再出个暗灭，是打塔，塔是附加了，附加，再出个暗灭啊，就完美啊！你们暗灭不用了，附加了，这个塔一塔，极致的减甲，极致的减塔的甲，基地也可以减负的，暗灭太占格子了，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哎，这边一狗。哎，这边开五吨的，开五吨露娜，这波他是潮汐踩大，我感觉有蝴蝶，潮汐踩大，他应该开得出 PKB 好吧？
哎，不过这个高坡上去就不一定闪得着，看到了。哦，被看到了。两边都知道位置了，都在有眼的地方等，没有眼。迪瓦在做 BKB， 哎，他这个装备 BKB 很 ，BKB 就折了，我感觉。天辉对啊，折了，出 BKB 就折了，兄弟。BKB 就不配这个平野了，好吧？对，两个防御装。没有输出，兄弟。他两个防御装，你要么不要给塔加甲就没用了呀，兄弟，又碰到了一个云弹幕，好吧？现在乌鸦的这个二技能不加甲了呀，减伤呀是。这对，以前是加甲呀，现在不加甲了呀。减160，炸弹了，露了，直接要出。圣剑，你看这露娜很莽了。这敌法师好吧，这个装备很关键，没有输出呀。天辉上塔，正受到攻击。这个是司辰瑞文吧？他。这瑞文的出装也是这样出的。天辉上塔。我们这波线索敌法被反吃了。这个敌法反应好快。是，反手我们反弹三个。还好，这边开出了 BKB。但敌法能打死吗？推了一下，师傅就来打死。可以打败我。隐魔 BKB 充脸，这隐魔这个减甲有点很好啊，减十一点。减甲龙。哎，这个潮汐你别想走了。隐形的拉比克。不是这个敌法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敌法他为什么不出蝴蝶啊？打对面这个，对面有兽王大，我觉得他这个 BKB 出的真实。讲道理，对面双物理他应该要出蝴蝶的呀，他这个冰眼。对啊，他 BKB 还没拿到，出的有问题好吧？这波还没拿到就行了，有 BKB 如果被碰到还是死的呀。对啊，兽王大无视 BKB 啊。那出沙弹其实还可以。刚才可能跑了，刚才是被法系打了一点伤害，刚才有 BKB 可能吃出来了。感觉他这个动都没动，蝴蝶撒旦了，哎，真的吗？没动吗？哎，杨座，哎呀，对对没，哦，对对对，没他能开出 BKB， 他不，而且他 BKB 刚刚没拿到，没拿到，他才拿到的。他，我意思是，他吃了一点法系技能，有 BKB 的话，他没拿到 BKB。这些都是财富的，有 BKB 就是能吃出来了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对，我他妈被绕晕了，我操！哎，二十五级是吧？减十六点甲。他被送猴子前就开始跑，好快、啊！你看，一击地，他把快击地击地。我操我操！跟屎一样。哎，没，发现不行，地法活了。没必要吧？没必要吧？还穿基地？啊，这塔没了！我操！是啊，这塔是副甲呀。那个，我看那个那个什么兵营是负三点甲。这菜塔，我感觉这个拉比克没买活，基地已经没了。好像是这个说法，这就是一个异影军团正在扫描一个套装呀。夜眼上方圣坛正受到攻击，双刀撒旦，影魔再出个撒旦，战斗力也拉满了。其实他这个装备，夜眼上方圣坛已被摧毁，双刀撒旦补抗性，双刀撒旦这一套，你别说他这把作用很大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影魔这把是作用大，但是烂血他这个强袭，强袭出的好。双刀强袭，肥，好吧，他肥。他们刷了个双倍。关键现在敌法还是可以被秒的，他有 BKB 也能被秒的。你送我吼到他是吧？露娜加上影魔的双物理输出开 BKB 是可以把他拍死的。这敌法有点迷茫，好吧？他应该出蝴蝶的，我觉得这冰眼出的有问题，好吧？反正他一个人他就立不了天，好吧？一会儿我们又不缺控这一把。不是，还是那个肉山他死了，不然他带盾蝴蝶就很厉害。肉山他没崩，他们早赢了其实。对，那个他直接更新大剑了就。带盾的话，六三团对于我们来说太赚了。他带盾蝴蝶就死不了了。带盾蝴蝶领先大剑了呀，他这个拉不开距离啊，装备。哎，这边天命小刘，哎，撒了一个粉。这边敌法开盾冲脸，但是影魔拍的很痛。
他有点扛不住。好狠啊！打起来。魔蝴蝶不行，太狠了。他还在做金箍棒。就一个影魔在打呀。那我直接在上路蝴蝶就真实了哈。奶火打对了，奶火打对了，提法没 BKB。潮汐有道。哎，露娜一狗怎么拖了一个瞬间啊？哎，要不再蹲一把吗？来踢走了。哎，这个队，哎，兽王这边是引刀找到了先知，好弱，有宝石。表现几秒了，先知能买活这波。但是这一波烂不在了，这一波烂不在。烂可以直接来了呀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来了，潮汐顶了一个盾。太阳的阳光妹妹。潮汐有莲花，哎，吃两个，揭阳，这边弄了被秒了。影魔，影魔，影魔还杀到 BKB 吸了上来。影魔，我操，影魔了，买回来了，上弹，太脏了，吸。这边敌法被拍死了。魔站出来了，这魔要是死了崩了这把。还好影魔没了，就崩了。影魔是买不活的。买炸，他的控制时间会缩短，很关键的。吸起来了，吸起来了。他要是死了，他是不能买的，好吧？这波团就没了，这波团直接对面带胜，对面还想打，哎，抢太对了，抢太对了，完了，节奏不对，节奏不对，抢到这暖弱是买的，杀蛋吸，杀蛋吸，打，没打懒，哎，这边潮汐是买活死，提法被阳了，提法被阳了，看一下，有这个地方，哎，他回头切死人，来了个盾，提法直接被拍死。还有空吗？摇大，摇大打不死呀！摇一半血，哎呀，摇倒了。敌法的这个魔抗你摇大是掉不了多少血的。打点伤害。我打团输出拉满了，我只能说，一直在拍人，好吧。这个影魔比露娜厉害多了，打团，我操。又刚，再出个大炮也是。哎，这个敌法在干嘛？他这个剪甲太牛逼了，这个影魔自带一个大鱼的全体光环，大鱼的两级大嘛，两级大的 AOE 光环，16点，两级大吗？两级是15，三级是20，大鱼10、15、20。宝哥，啊？那一级是多少？10、15、20呀，只有十吗？一级？对啊，大鱼的只有十，那不然多少呀？兄弟，十还不行吗？对啊，十很多了，减十点甲。十还不行吗？影魔四级才六，以前大鱼一级才5，最低的版最老的版本。我记得以前好像是50、15最老的版本，好弱。现在稍微再长一点啊。这个感觉是敌法装备死了，他就是那个肉山恶性循环了。对，他也不想死了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A 仗大影刀，夜眼上塔已被摧毁。打敌法潮汐多好用，对秒潮汐啊，他这个。影魔他这一套出装挺扎实的。风格学到了，什么都有基本上。他这个就是战装呀，坦克流。战路你是不是下次你玩的时候没有莱恩帮你怎么办？如果你玩这个，他这个他需要像有莱恩跟兽王这种强力控制，他就能拍到人。对，他要控。他打路人这样去高。能打对面好吧？就是因为他们有控。你像没空，他这个出装很蠢的。没有压迫感，就是没空的话。而且他这个光环流，他有兽王和露娜的光环。光环流，兽王光环加攻速，然后祭品，再配合露娜的加敏捷。20脑影魔。啊，闭眼了，这个奶是不是换个人带一下？给露娜吧。他到时候可以不要鞋啊，是吧？推塔的时候把鞋撸下去嘛。夜眼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。挺需要这个移速的。哎，给露娜了。对啊，他挺需要这个移速的。露娜冰眼，哎，他们这两兄弟出装有点像啊。冰眼沙弹 ，BKB。哎，这边羊到了水。已被摧毁。羊到了一个兽王。BKB。兽王这边是
的一刀。巴比克的羊吧，就买活打死下来呀，就是买活打死。这边潮汐不能买，潮汐是不能买的。小骑手，骑手被打断了。编织也是不能买的。炮两炮，这王子买了带走。炮两不是在摇大。摇大大招是免费，无所谓了。他这个影魔大招无所谓。哎，纳比克又偷到了大，但是这个大不太好摇。没有潮汐的跳大配合他的这个大跳大不太好放出来。这防御塔跟来不来？对，跳走了。这大没用。哎呦，纸呀，这兵营。纸呀，全是纸，几巴掌就没了。只有五点甲，好吧，这个塔给了一个减伤，哎，把自己减死了。哇，一下死了，没了呀。啊、迪法想买弧电，差点钱急死了。迪法，我看他好急，你看，差五块钱，差一块钱，八七五幺。家里没了，发现家里没了。这边你能买或不买，一直在 OP， 我操！迪法好急啊！BKB， 不看，正受到攻击。BD 没了 ，BD 没了。随便打好吧，这根本就回不上来，这个 B。BDP 没了，我靠！好狠啊，这一波。这把是那个肉伤盾打得好，好吧？蓝也抬到。那波肉伤反而胜负关键。他没那么好。他站不出来了。没他这个人了，好吧？没有蓝抬。那一波影魔没被秒也挺关键的。两波肉伤团吧。都处理的比较好。